因为最近下雨哦，所以呢很久没有带他们啊为各位做散步直播。然后哇，现在雨又开始大了，想说现在趁雨小一点呢，可以让他们出来玩一下。那南部的雨呢，其实也哇，真的在大了，真的在下了。刚刚雨还蛮小的。那这个水沟，你看那个水沟呢，水都已经满了哦。哦，这边呢，那边已经像小溪流那样子了。哦，你看这样小溪流嘞。啊，那我们平常散步的地方，这边也都是水。然后前方这里有一滩那个水哦。等一下，就让他们来这边玩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多多已经等很久了，我就，等，哎，没有球呢。多，那个球妈妈拿走了呢，没球啊呢，没有球啊，没有球怎么玩？不然玩石头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哈，哪里有石头啊？反正他们这明天应该就要洗澡了啦，所以啊，哪一颗？你自己找，哪一颗？哦，那个伤大了，别塞嘛，伤大了啦，太大颗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手，我的那个，我一只手要拿稳定器，一只手要拿雨伞呢、啊，我没有那么多手呢。带，啊，接着，这一颗可以哈、哦，好来，这一颗哦，今天就是玩这一颗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你要等我一下，我现在，摘呀，等一下，好。准备好了没？去吧！哇，你看他涉水了，反正都要脏哦，就让他们脏到底了啊！来，大大，来，再一次哦，过去！哇！我豁出去了，就让他们玩水玩到底吧！啊，反正苦中作乐嘛，来，石头要给我。啊，娇娇哎，就跑去那边了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来给我，再来一个，给我。好，再一次哦，一、二，去吧。哇，哈哈哈哈，路边一个小水洼呢，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游泳池啊。等等，哦，我雨伞掉了。好了，来了，现在雨越来越大了，再玩一下下就好了哈，玩一下下就好了。哇啊哇！蜻蜓点水啊，丢太远了吗？哈哈，看两个鸡屁股在那边，有吗？有找到吗？豆豆，豆豆嘞！我那因为南部我最近都一直在下大雨哦，所以呢，好，再一次哦，沾了，哎呀，喜欢玩水哦，来去吧，哈哈。啊，现在不用担心那个会不会感冒的问题。虽然现在下雨，但是算蛮热的，所以呢，他们还是可以稍微让他们凉一下了。好了，真了。啊，白眼伞被我阿嬷拿走了，所以我现在今天就拿另外一个雨伞了。哦，大哥你来啊、哦！是的呢，雨越来越大，我们回家了好不好？回家好不好？好，我最后一丢了。九九也要去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现在手忙脚乱，我现在去，哇，他们受水，怎么样啊，啾啾？啊，舒服开心啊、哦！昨天因为雨太大哦，所以呢，就哎呦，大大找到了，是大大找到哎、欸，豆豆还在找，结果大大已经先咬到了，大大来，快点！昨天因为雨太大，所以没有办法让他们出去玩。那其实现在的雨呢，也开始在大了。那我们今天直播就短一点啦，因为刚刚雨还蛮小。大大，石头还我！大大过来！石英啊，你啊，你跟来来，对，石头来给我，多多来咬来给我，咬来给我，快点，好。好，准备。去了，哎呦喂啊！好，这个就是乡下的福利之外，就是短腿狗的福利，就是一点小水洼呢，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游泳池了。你看，就这样，对了，那泰哥让我泰哥了，反正我豁出去了。然后九九更扯，
他居然在雨中给我滚滚，哎、欸，怎么哎？好啦，反正都豁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豁出去就玩开心一点吧。哦，好嗨哦，啊，开心了，开心了，哦，两天没有玩追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一次啊，去，哦，蜻蜓点水了哈，短腿的福利就是这样子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没有要玩了，没有要玩了。好了，雨真的蛮大的，我现在真的很难控制。那今天的直播，因为想说呢，已经一两天没有为各位做直播了，所以就下个雨呢，还是让他们出来玩个水，让大家看一下他们现在的样子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就好了，因为雨越来越大，我要带他们回家了。我也准备回去接受林妈妈的公审了啊。那个，如果说这一两天我如果没有再发文的话呢，麻烦帮我哀悼一下。好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好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了，拜拜。哦，雨好大，拜拜，回家了。